接女友下班。妈的，你今天下班咋这么晚了？你走啥呢？啊，看看腿。啥呀？啊！我瞅瞅脸，顺便看看腿。发现你们男的满脑子都是靓妹，别看腿啊！他去的整天不离手是吧？你就这么抵抗不了美色吗？哥们儿，你也看着呢，是匪衣服那个吧？看着呢，呵呵，腿多长啊，多好啊，确实挺长啊，瞅着真不错哈。哎呦，我就喜欢腿长的，是吗？哎呦我，拐拐拐是吧？没，你慌啥？别怕，没什么慌。走了吧，走吧，走了，哥们儿，有空聊啊，我跟我女朋友先走了啊，拜拜。你是谁呀？好像是推销的，神神叨叨的，说什么腿什么长不长什么的，我没听懂。我跟你说，现在骗子老多了，就那样不像好人。